聊了。花袋鼠会游泳吗？不会。又冷又冰的，受不了。有时候温暖，有时候冷。好恐怖啊！弟弟 ，come on， not it。有人在划船呢、欸，是吧？他们划过来，快去，找他们。我们不要说话，先。不去啊！哎、欸，刚刚说我们搭很船，他们就翻下来了吧？真假的？对啊，那边已经很远嘞。对啊，可是还踩到哎、欸。哦，救命啊！还好不冷啦。我这边就快就踩不到了。踩不到了。我这边哎、欸、还踩到，我的脖子这里。哎、欸，那我还好，那我这边呢？哎、欸嗯，可以啊。有一种石头踩起来好可怕。我说啊，会踩个什么还好可怕。哇哦！哦哦，差点倒下去。我还是看得到我的脚趾头哎、欸。对啊。假的。
踩到吗？哇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！哇哈哈，好刺激哦！好刺激哦，干！那边，那我要游到那边，我看一下有踩到吗？没有人来。可以踩到了，可是我刚刚那边踩不到。嗯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你们是走过去还是有过去？哦哦，这里我已经快极限了，这边快淹没我。哦，好可怕，好热。哎，可以，还在踮脚尖。蛙式啊！你要来吗？我可以扶着你。还是游泳池，别比较会比较安全，因为这些水都不知道。对，我那你给我松，他不说这边的水是给澳洲人喝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绕都是他。踩到吗？哦，不行了！我窒息了！不行了！我应该还可以。对啊，你们应该都还可以，我不行了。不会，踩不到了，我踩不到了这边，我自己都踩不到。啊，那边是有草啊！对啊，那种感觉触感很可怕，很恐怖，一直缠着你。哪里？那个啊！哇，突然干他那个芦苇草一直碰我，好恐怖哦！待会过来当我们就。没有任何的鱼吗？这样也不会听到我们家，听到我们家全世界的烟花。太高了吧！这只鸟好可爱啊，一只。都是那个。
戳到它、啊。你看水枪，很恐怖，水枪，单手水枪，双手水枪。哎呀，就挤啊！你就捏着水，它就自己喷出来。你要往一个地方发射。哈哈，这样子，直接射自己，这样子啊，发射，发射，双手，滴滴滴呀，你要跑。看到吗？什么都看不到。下面都拔草。没有，摸到个东西。嗯，好恐怖，我走了。没有啦，靠你，骗你。哇，石头！对啊，我很怕弄到那个树在石头。好暖。嗯，这边好暖。好像老人在泡澡。我过分。哇，都是沙。东一大堆东西，窗户已经打开了。哦，是那个，我想说窗户的窗哎，那个窗到嘴没关系，就是不能走。会不会我们捡一个树枝起来是一只人的手？好恐怖哦，捡起来是袋鼠的脚哦，不要知道这个。好恐怖！怎么了？摸到很多的石头。